大家好，又嚟到《街拍流程》嘅第25集第二節啦。係，係 ，Hello， 我叫 Cody。係，我係阿傑。係啦，咁啊，繼續講翻上一節未講嘅，咁就睇上先啦。睇上先啦。好，呢個係你係喺個窿度望出嚟啊，定係你係遮咗遮剩個窿啊？我喺個窿度望入去嘅。真嘅啫嘢。係假嘅。係啦，咁又係喺台灣影嘅呢個就，咁佢個藝術展就擺咗門口，係藝術館就閂咗門，係得翻兩隻，得翻隻藝術品喺出邊，係咁個藝術品咧就四邊有個窿，係標本嚟嘅應該係，係啦，咁就喺個窿度影入去咧，有冇見到一隻雀喺度？咁我睇應該標本嚟，係標本嚟啊，見到啦，係啦，標本嚟㗎，如果唔係咁都唔知飛咗邊啦，係嘛？就係去你揾有個窿就可能會飛出嚟啦，係嘛？飛走咗十年啦。係啦，咁樣想我咧幾有型嘅，用我個攝影藝術啊，再加嗰個人嘅藝術。係。係啦，佢係成個左擺喺度嘅，咁但係我覺得成個左影得個窿又唔係咁特別，咁我就試下就裝入去啦。咁佢入邊有嘢。其實你可以四個窿度睇到四邊都有個窿望到嘅。咦唔係喎，我諗下啦，好似唔係喎，係咪咧？睇下先，前後好似得一個窿咋？玩嘢啊！如果四邊有個窿，後面應該有光嘅，都啱。係咧，定係可能係應該得個窿嘅啫，係得個窿嘅啫。咁就喺度咁樣下睇下雀咁樣。即係人嚇呢啲算唔算自製咗個框喺度啊？咩叫自製？即係。出面白色一個框，哦係啊，我覺得幾有型啊，咁樣都個框又白色，跟住只鴿又白色，係啦，冇錯，咁又唔錯嘅，唔錯嘅，呢黑白會唔會黑白都型？黑白定彩色好啲咧？彩色後面暗綠色咯，嗯，暗灰綠色啦，黑白就後面黑白就好明顯嘅，但係就。那個雀同啲粟咧會疊埋咗一齊，哦，唔夠清晰，我覺得係，都係用翻彩色，圖像表達唔夠力，嗯，係啦，我覺得係啦，呢個就最易影啦，睇到影到嘅，係企喺度唔會喐嘅嘛，又唔會飛走嘅嘛，係啦，所以難就難在你係咪對得正嘅啫，係啦，即係個技術係自己操多啲啦。係啦，咁呢個都係51.4光圈啦，點四係我嘅最愛啊！咁啊，但係下一張咧就影啲喐得好快嘅。係，咁呢個。咁呢個唔係標本。呢個唔係標，第一就唔係標本啦，第二唔係點四咧，呢個係咪啊？呢個都係點四。都係點四咁近，有冇咁近啊？點四，佢喺你前面行過咪得咯。嗯。咁啊。好喐噶嘛，哥。咁咪企喺度食嘢啊嘛，哥食緊嘢唔喐噶啦，哥四隻腳先要爬啫，係啦。不過其實佢條尾，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其實佢條尾都喐，你見到喐你啊，係啊，因為佢松鼠有個習慣就係條尾不斷咁樣向下、向上、向下、向上咁樣揈嘅。咩時間都喺度揈嘅。但係咧，其實呢個影呢張相個範圍都幾高下嘅，250嘅以上嘅啦，記得。所以佢條尾揈得好快嘅，其實有少少動感。咁呢個當然啦，我就唔會話我自己勁到咁啦，影嗰時諗埋條尾要喐，又要喐少少啦。哦，呢呢個係咁啱，咁啱出嚟見到啫。係啦，係啦。即係影咗之後先睇相先見到啦。係啦，我覺得幾有趣。哇，仲有少喐喎咁樣嚇。係啦，就我就呢啲影嘅時候，我係唔會留意，因為我影嘅時候我會留意佢咩咧，就係佢食嘢嗰個表情同埋我要見到佢咬住嗰啲。你都好中意影佢食嘢喎。頭先鴨嗰張又係。因為呢啲最易影㗎啦，佢定咗喺度。企喺度任你影。係啦，咁呢啲又比較要講求捕捉同等待啦。雖然都係，即係其實
我都是花時間等是重要一點、嗯、即是要花耐性和時間去等、哦、但你有 很明顯的主題嘛，如果你街頭街頭攝影你等是啊，但是你等一天都沒有一張照片拍到，你不知道等什麼、就是、所以如果你說開頭學影相街頭攝影為什麼難接觸呢，就是那我拍什麼呢，是你都未知道自己想拍什麼，咁不如影啲，你知道會影，你知道會影到嘅，起碼等你，起碼等啊！你咁咪等唔到松鼠，你都聽日都叫等下松鼠仲有冇？咁佢總會即係嗰啲 friend 去，佢總會咬嘢噶嘛。即係嗰啲影北極光嗰啲，咁我去三日，頭兩日都等唔到，第三日啊有啦咁樣，你都叫等佢個目標係嘛？加流攝影唔係加流攝影，你係投心去等咧，等一個禮拜都可能你等唔到。哦，係噶，因為你想像你心目中畫面幾時出現，你又自己唔知，個畫面點樣又唔知。你大概想食嘢，你大概知道一松鼠幾大，係啦，大概咩距離？係啦，咩咁？你同棵樹嘅距離咪就係好近嘅都。我知道，即係話你大概上都知道，因為佢哋已經係鬧市咧，已經唔驚人㗎啦。friend 嚟㗎，係啊，咁樣唔驚人㗎啦。咁啊，我覺得幾有趣，呢張我都幾中意嘅呢張都啊，幾型係啦。佢哋可以呢張松鼠食嘢啦，睇下一張啦。這張呢我就覺得隻松鼠就以為我有東西吃，因為旁邊有些途人在餵它東西吃的，那就看著我以為你有東西吃派糖，派糖結果是結果沒有，只有望而已，那我就是專心拍而已，但是 有問題，但是它也很快的，一聲就不見了，即是夾個頭出來看一看有沒有，即如果它要走它，但是我望住佢，對住佢好耐，佢都咁樣 pose 唔喐。啊！但係如果影呢啲，會唔會係帶嘢食餵啊？定係其實係唔應該帶嘢食餵？如果帶嘢食餵，我覺得又冇乜影響嘅。影呢啲嘢就，係啦。對我嚟講，冇乜所謂嘅。你帶嘢食餵咪餵咯，咁佢飽佢都唔食嘅啦。咁、啊、你唔知佢飽唔飽咁咪得咯？係你俾佢唔食咪飽咯，同埋好簡單啫。唔通同佢講我唔食咩？係嘛？我都不知道飽不飽，不過他不吃就不飽，或者不想吃那一下有脾氣，不過沒理由動物應該不會那麼複雜，怕你多一點咯。其實這裡台北的松鼠都不怕人的，台灣的松鼠不是那麼怕人的，台灣的松鼠可能見慣，天天都是這樣餵的，而且因為他有人餵他更加會不怕人、哦、即是馬騮生一點，馬騮生一點，馬騮那麼惡過人的嘛，他大概看到你都是兩手兩腳站在那裡的動物會餵我東西吃的，那他就不會怕的，他的眼中你跟他其他一樣樣的而已人這些人這些動物會餵我東西吃的，這些動物這樣即是你看他和他看你是一樣的，是的，那這個挺好笑的，這個就即是忙了很久，還有但這個難影就是當我近他的時候開點四光圈影近得滯，很容易的自動對焦認了後面的了，因為近得滯，很難對到清楚一隻眼，這個就要留意了，這個就是技術的問題，是拍不到可能拍到幾張，因為橫掂佢都不動，即是這個不是剎那間發生的事，即是最容易會什麼呢，可能其實你會 對了前面的鼻，你對了前面的鼻呢，隻眼已經是 out for 了，哦，因為你太近那個主題松鼠，個即對焦 sharp 那部分其實很薄很短，景深很短，個鼻大家留意一下，個鼻已經凹凹地，咁呢個難啲嘅，要試幾次啦，試多幾張啦。其實難都唔難嘅，試多幾張，因為佢唔喐啊嘛。係，係啦，第三張啦，係啦，就喺呢度啦。咁其實我就好明顯嘅啦，將我要影嘅嘢都好清楚啊，喺正中間。係啦，咁啊兩個松鼠，咁啊呢個景我都幾靚嘅，我覺得。咁呢啲好易影嘅啫，哦，呢啲好易影嘅。咁啱陽光又唔錯啊，非常之好陽光添啦。啲樹枝嘅紋理又唔錯啊。係。咁呢，只要你有構圖見到就得噶啦 ，OK 噶啦，唔難影嘅。有心去影就得噶啦。係啦，即係練習啦，呢啲要係啦，即係睇到影到就係呢個階段啦，好容易做到嘅。其實大家揾啲有明顯主題嘅嘢影，又唔可以話完全要死物嘅，有啲嘢喐下喐下得嘅。咁你松鼠唔係死物嚟噶嘛，大佬？唔係，即係意思即係有啲嘢喐下喐下。即可能不要只是家裡對著模型拍一餐夢，那些另外一樣東西，但那些
嗰啲訓練唔識喐，你有反應啊？係。其實我覺得攝影師喺我做咗咁耐嘢，同埋影咁耐，我覺得攝影師嘅反應係珍貴過你嘅知識嘅。嗯。因為當你一啲嘢可以 stage 嘅時候咧，即係擺設擺佈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都好容易解決。哇！咁你有得擺，有得擺嘅有得解決啦。當你擺喺度嘅嘢，你有問題，你可以請教好多其他專家，嚇。當你可能要影水啊，或者影火花，或者要影塵啊，或者影沙啊，你可以請嗰啲專家同你諗掂嘅。但係反應啊，真係要靠你自己練翻嚟。哦，咁你即係當雖然話任影啫，即係從小咁樣話任影啫。咁你有時有啲係冇咗就係冇咗噶啦。係啦，翻嚟先，翻嚟先，係啦。咁你呢啲頭先講咩反應係嘛？反應係啦。咁其實你就影動物就，我覺得就都容易練反應，因為佢會喐，可以喐得好快，可以喐得好慢。係啦，或者突然間喐咁，哎呀影唔到，因為佢一喐咧，你角度錯曬啦。就即係等於頭先嗰張，嗰張松鼠，好近嘅嗰張松鼠。如果突然之間個前少少，只要佢個頭壓前啲，或者壓低個頭，擱個頭，或者擰左擰右少少啫，個 focus 個 focus 錯曬，係啦，係。同埋因為呢啲咧，就因為佢就比較難用叫做 AI server 嘅，即係咩嚟嘅？可唔可以解釋下 ？AI server 咧就係一種對焦方法啦。咁就係對住個主體不停咁 keep 住連續對緊焦，係最理想就係話你喐咁佢跟住喐啊。最理想通常都唔理想嘅。最理想嘅時候你佢喐跟住喐嘅。係通常唔理想點解？因為通常啲嘢喐咗你先知，哎喐咗你跟唔切啊嘛。咁呢樣都係翻去個問題，反應問題。係啦，所以點解我話好嘅攝影師應該珍貴啲，即係個反應珍貴過你自己嘅知識啊！我覺得係。嗯我個技術是幫助你啫，最主要都是個反應。係啦，你當你有反應的時候，就補足你技術不足啊。即可能你淨係 AI server， 但係你影乜都得嘅，可以。係。同埋因為頭先嗰張相，嗰只松鼠近嗰張相咧，個松鼠嗰個頭唔係喺畫面中間，我可以翻翻前面嗰兩張，即係 close up 零二嗰張松鼠望住鏡頭，好近嗰張。你留意下隻眼，我影嘅位置其實唔係喺畫面中間嚟嘅。有偏左少少啦，偏上係啦，偏左同偏上少少啦。咁當然大家唔好睇少呢個少少嘅構圖，因為一就係我構圖就要想咁樣啊嘛。係。咁如果影動物呢啲，基本上我都唔想裁相，因為無謂啦，因為你都唔係好快。係啊，其實你可以咧，當然你可以咧，就將佢隻眼擺喺中間，用 AI Shape 對住隨時影。係。但係你嘅構圖就會錯咗㗎啦。舊石就會少咗噶啦，舊石少咗，隔離上面啲草又多咗噶啦，咁咁樣唔靚啊嘛。咁隔離嗰應該係咪樹枝嚟噶？隔離樹幹定樹幹啊？我覺得有個樹幹都幾好嘅，突出嗰個立體感。有前後，即係立體感更加強啊。係啦，咁如果你用 AI Shape 有個問題就係擺喺中間咧，就最敏感嘅。咁你咪下下都要擺中間咯。係啦，所以點解我依個我難就難在就要用翻温霜去試啊？對完隻眼構圖影，對完隻眼構圖影，對完隻眼構圖影，前後應該試咗五六張到啦，咁啊全部都失敗嘅。最後嗰張仲應該最後嗰張仲我先收手嘅，係啦，呢個就我習慣。嗯，即係譬如我對得隻眼啱啦，咁我就唔影噶啦。嗯，咁同埋你揀相化好多，揀相化好多呢個係我習慣揀，咁樣我揀相就會快過人啦，因為我係唔使做張體嘅。哦，即係你唔係狂撳一千張先翻嚟慢慢揀一張，唔係應該話我係個習慣就係影到我就即刻停。係。咁即係話每次揀相我揀揾最後，可能如果你話靚啲唔靚啲，都係最後嗰幾張嘅啫。除非某啲 moment 好神奇嘅 moment 啊，另計啊。有咁呢個就去翻街頭攝影嗰啲嘢嚟嘅，咁可能要遲啲先講呢個高階啲啊。就嗰啲通常會第一張好嘅，因為呢啲就見到跟住第半秒之後就已經走樣啦。係啦，呢啲就會係，如果呢啲類嘅相就應該中完最後嗰張，我就收手啦。呢類收貨就收工啦。收手係啦，收貨收手係。咁我哋可以再睇翻再嚇、啊、最後一張啦。嗱、啊、呢張就係驚大家睇唔到頭先佢哋喺樹上面做乜啦，係咪？係呢個係呢個係嘻嘻啊，係啦。哦，好清楚啊！松鼠嘻嘻，係啦，係。佢哋會叫嘅喎。
咁你張相見唔到啊嘛，張相冇聲噶嘛，現場咁睇啫，分享下原來松鼠會叫，我都未聽過松鼠叫，原來松鼠會叫嘅。咁啊兩種狀態會叫嘅，一就係 E 啊，二啊，二咧就係佢哋會嚟食，唔係有敵人入侵啊，雀仔啊。嚟到地頭，即係頭先嗰啲雀啊，可能飛過去，去嗰棵樹度，佢就吹雞噶啦，佢就叫啦。咁啊叫又會趕雀啊，佢哋會趕雀，淨係其實係吹雞。吹雞趕雀啊！見到佢哋唔會匿埋，佢哋係會叫嘅。係啦，呢個直頭我嘅咁樣。嗯。即係總之咩雀飛埋都係叫。嗯，嚇走佢咧。有冇話一隻叫定係總之幾隻都叫㗎？我見到好犀利。有就叫。即係見到有雀飛埋嚟就叫，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好，咁咧今集咧松嗱，我哋下集咧就繼續講松鼠，就仲有好多，係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啊。好。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